弟兄姐妹平安。上礼拜有机会跟基督之家一家的五牧师，我们彼此交换这个讲台，所以我去第一次来到三家，第一次有机会去到别的家呢，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在那边。也非常感恩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热心的服侍神，特别在疫情之后，他们有许多我们也可以学习的地方。特别他们时间比较早，所以我去到的时候吴牧师还在那里，那我结束的时候回到我们这边，吴牧师还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天碰了好几次面。我说可以学习的地方跟我们蛮接近的，就是原来在疫情之前也是一样有两堂的主日崇拜，但是疫情开放以后就合并变成一堂，但是这样是跟我们很类似，但是可以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呢？来到这里，我们几位长老在这里一起的分享，就是他们时间抓得很紧，所以主日崇拜讲言不能讲太长啊。那因为接着呢就是主日学，那主日学之后才有午餐，所以主日学的人很多人就留下来啊，所以他们主日学上的人是人数蛮多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为了吃饭才留下来，但是这个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啊，那时间抓得很紧，那也许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参考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日学是在之前，所以主日学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多多的参与啊，来学习神的话语。那说不定我们哪一天也把它倒过来，要吃饭就先上主日学啊。我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求主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啊。我们身体肚子饿了要吃饭，同样我们的灵性也是要吃饭啊，才有神的话语呢，才有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想时间也相当的紧凑，那很抱歉，可能这些投影片也许我准备的太多了一些啊，所以有很多我会这样很快的跳过去啊。重点是来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到天国的奥秘这样一个比喻，连续讲了好几个，现在最后的这一组就是上一次讲的这个五六，今天讲第七跟第八，基本上就是等于是一个高峰或者一个结束，在这一段的耶稣的谈论。那整个马太福音耶稣有五次的谈论，最后一次的谈论重点呢就是末日的审判。而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很多地方我们可能不太强调，但是今天我也相信耶稣连续讲一些比喻，然后到第七这样的一个高峰，同样的耶稣做一个这样的强调，那有一个目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神一再的提醒甚至带着警告这样的一个口气或者说这些的文字，就帮助我们要听得明白。耶稣也再次问门徒，也说明白了这个要考试，好像期中考这个复习一样，我们
到底听明白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神他自己的真理。所以求主恩待保守我们早晨这段的主日我们一起的敬拜。当然敬拜不是讲道，敬拜是从你的心中，你来到教会，你进入的会堂，这段的时间你都是在预备敬拜，诗班带领，诗会带领的祷告信息。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讲广一点，你整个礼拜不是礼拜天早晨这段时间，你是你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在标杆人生的道路那一本书里头提到敬拜这样一个主题，那我也相信当我们懂得敬拜的真意的时候，你的生命成长会不一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恩待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早晨的敬拜。愿主你自己圣灵保惠师，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一切的真理，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话。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前面几节啊，我们刚才四位带领我们讲，那么重点是47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比喻这样一个高峰。那三个重点或三个事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读的，帮助我们有一个印象或者系统的条理。那么第一个，网满了，把它拉上来，这个网会满的。接着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人的渔夫。第三个，这个网满了，耶稣再用一个最后一个，听明白了没有？然后接着说，家主呢，在他的宝库里面，他拿出来有新的、有旧的这样的宝贝。求主带领我们早晨我们一起的敬拜。在这里特别强调的这个网，当然圣经里面网有不同的字，但是都翻译成网。那么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这里讲的是什么样的网呢？那么这种的网呢，是一种可以拖的，是一个大的，甚至一艘船或者大到一个地步需要两只船，而有一半呢是拉出去，另外一半可能在岸上，或者两只船这样子把它围起来。那网的深度可以在海底呢浅滩上面这样的一个网住所有的生物啊，或包括不是生物啊等等的东西啊，海藻、海虫等等都在里头。所以好像天罗地网啊这样的一种图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者你看到的这个印象里面描述当中。这种网也可以是彼得他个人，可以当你去到这个圣地的时候，其中就带你这个去坐船啊，坐渔船，然后他们就表演这样的一个撒网，然后看看有没有人要试试看啊等等。那么这个网之后呢，这个又好像那一餐呢，接着另外一餐呢，就带你说你去吃烤鱼啊。那么鱼呢，吃的时候怎么样？嘴巴怎么样？有一块银钱啊。圣经里面的故事啊，提到说该杀的归给该杀啊，这个属于神的归给神，但是还是要尽你在地上的责任，把那个鱼打上来的口里面的那一颗银币拿去交税。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网的一个形状。那当然还有一个普通，我们说就是网啊，那这样一个通称的名词等等。所以前面的那种网，拖曳的大的网，就是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呢，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唯一次
出现的地方。所以这个网很明显的跟其他的是有不同的意义，也不会误解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理解不是你拿着一只钓竿钓出来一只啊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需要一网打尽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常常出现的这几个字眼，那么这几个字眼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联想啊。在这里网满了，意思就是说这个网满的意思呢，可以从时间、事情，或者甚至神讲的预言这样的应验等等，这个充满总是有这样一个时间到来。所以不是只有讲这个事情，也可以讲是这个时间，甚至讲到预言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应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马上可以做的联想，特别我们上次在查考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外邦人，我们信耶稣的人人数满了，人数满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样一个概念，让我们想到时间有一个终局，有一个结束点在那里。这种是非常我们很容易的、直接的这样一个联想。接着坐下来，这个坐下来在这里呢，又是一个联想的字眼。当耶稣完成了救赎工作，他升天，回到天父那里，他坐在天父的右边。这个坐下来的动作可以是一个完成动作的功夫，他同时也是大祭司，在天父右边为所有信主的人、跟随他的人来为他们祷告。他是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思想的经文我们刚才啊在这里说到，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地上的这个会堂、教堂是一个图像，就反映了天上的在这里的敬拜。我们感谢神设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是头，而他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坐下，完成了救赎工作。这样的一个坐下的这个字眼，然后接着我们还想到，除了完成的工作，讲到时间的终局，坐着要审判，神坐在大宝座这样的上面，那个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面的，在基督里，我们跟他一同，到时候无论大小，我们都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另外一卷就是生命册，我们早晨读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看见终局就是一个审判。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或者一个方式，知道我们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度我们今生的日子。这一段的经文同样也是在但以理书啊、大先知书上面都已经有类似的这样的经文。接着另外一个字叫做分开，当这网满了，人拉上来了，那接着人坐下来，再分开这个收到的网收回来的这些东西。这个字眼呢，在圣经很多的地方同样的出现，特别都是耶稣讲到的，包括他的比喻。我们前面也有讲到麦子、稗子的比喻，那在撒网的比喻，我们看到挑出来好的、不好的啊，这个分别出来。然后在网的婚宴里面，同样的有穿礼服跟没有穿礼服的也是一样被分开来，恶仆、善仆、聪明、愚拙的十个童女的比喻等等，到后面最后绵羊、山羊末日的审判同样是分开出来。但是虽然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眼这样一个思路，可是
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它的强调的重点仍然不一样。举个例方，我们这边的也许不是很清楚，第一个麦子跟稗子这个比喻虽然是分开，但是重点在那个地方上下文的条理里面看出来，那边讲的是一种的共生。我们不要注意说，哎，这个时候应该是，但是分出来的时候不对。这个时候要强调的是，神允许，因为这个稗子是仇敌丢下来的毒麦的麦种。想到这世界好人坏人一样，都有太阳，都有雨水，都有空气可以供应。但是重点是我们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传福音，而不是去注意说这个时候神你怎么不审判这些恶人，这个好像我们要替天行道这样一个重点。在这些比喻里头，同样的这个聪明跟愚拙的十个童女的故事里头，讲到是你预备好自己没有，这个时间会结束的，但这个门会关的，救恩的门会关的，这个灯要有油，你预备好没有。同样绵羊跟山羊末日的审判也是分开，但是那个审判的基础在哪里？ 那个里面被审判的人，他们这个耶稣说我肚子饿了，我渴了，你坐在我身上，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些人说我哪时候做这种事情，没有啊，他们自己都好像没有想到可以知道说，哎，我哪一天，我哪一个时候，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好事，怎么上帝你都不记得。但这个反过来是他做的好事他自己都忘了，但是上帝都纪念。在这种的审判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审判的基础不是你坐在人的面前要敲锣打鼓让人来歌功颂德的，这一种可能人会给你奖赏，会给你鼓励，会甚至给你这个吹捧，在媒体上面啊来大肆宣扬。甚至我记得小时候在一个庙堂里头，那么这个主持特别也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每一根柱子上面都写满了这些捐赠的这些人的名字。那同样的，哎，我的一个祖先哈，他的名字也在上面等等，这些都是好像人用的方法，但是审判的基础是你甚至你讲过的话语都是要负责的。王满坐下分开，是丢在外面。我们看到这个丢在外面，在这里是这个世代的结束。前面在麦子、稗子那里也是一样，有这样一个时间点。那分别出来丢进火里，哀哭切齿，这些的字眼一再的重复的出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不是你我要做的事情，这是那时天使要出去。神差派天使到后来可能在镰刀上面来收割的，分别的好坏，把坏的这个分从好的当中，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一样站立不住。诗篇第一篇就是这样一个很清楚的提醒。这样的一个比喻到底对我们要产生什么样一个震撼的力量？那这位教父说到，这个天罗地网这个比喻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比喻。同样的，在另外一位这样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教父里头呢，也说到这个不是怎么去解释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令人能够听见的会颤抖的这种的印象。所以假如是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景象，好像主耶稣描述的这样的生动的话，那我们肯定我们一定不是就是当耳边风听过就算了，而是我们怎么样来渴望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甚至力量，我们去警告那些周遭
可能也包括我们的亲人家人，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 Jonathan Edward 这个牧者曾经就写了一就讲了一篇的道，他讲了一篇道就是恶人落在永生神的手中那一种的景象会是什么样的景象。那我印象里面很深刻，有一年呢去到这个夏威夷，那么在那个地方这个导游就说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今天风和日丽，那有没有人当中要去的？所以后来我们报了名，去哪里呢？就是坐小飞机，我忘记了是直升机吧，那这个就飞到火山口上面，回到火山口上面。当你从火山口看下去的时候，那个岩浆滚动，你就在担心你的手已经抓得很紧了，何况可能安全带一条都不够等等，那一种的可怕的力量已经震撼了，知道神的愤怒临到可能超过了这个10倍20倍的。但是今天神还存留我们一口气，是天使将来分别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基础，是白色大宝座上面的。但是感谢神，在上礼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好像是重生的那种经历，好像那第二次的这种出生的这种的喜乐，他们经历到了那种神让他们的罪得着赦免。而这种的喜乐反面的，当人没有这种重生的经历的时候，将来他的生命是有第二次的死，没有第二次的生，相对的他可能就是第二次的死亡。而所谓的第二次的死亡不是死了就没事，那死了是接着，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概念。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讲到我们是做人的义务，做得人的遗夫，神呼召我们，从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但是神同样的招惹的人多，听见的福音，听见的神的呼召的多，但是选上的少。什么意思呢？是我们自己不配得的。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话语，在第一个比喻，当我们总撒出去的时候，当然有落在路旁的土很坚硬，没有办法落地生根，但是同样的有好土的，这个种子在我们心中是要产生，我们把保存思想，诗篇第一篇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那个种子在我们的，这个话不是人讲的话就过去了，但是神的话是永生神的道，会在我们的心中会产生果效的，这种果效带出我们那个行为，因为接着会有成结果，长大100倍60倍30倍的。神呼召我们，我们想到这个网，当初这些专业的人士他们在海边的捕鱼，神在他们的专业当中，神说来跟从我，他们就舍了他们的网，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团体叫以光宇宙光杂志，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舍网。神也是一样用他的专业，他是一个作家，但是神就用他的专业来传福音，虽然这个网是他谋生的工具，他舍去了这个世上他的专业，但是同样的神使用了他的专业。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做得人渔夫是经过神的呼召，神让你的生命的改变，同样的这样的专业神可以用得上。所以我说的标杆这个人生的那一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
这个所谓神怎么样使用人的恩赐，可能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那你在世上你的谋生的专业可能也是神要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的网折掉了，但同样的神差他出去，我们看到了这些的专业神一样可以用。那在这里当人拉上来的时候，这个网里面把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鱼都网到了。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教会有幸福小组这种团队配搭的服事，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同样的，当彼得他整夜的劳力，他用他的专业打鱼一整夜，连半只半条都没有拉到捕到，但是他照了神的话语，同样的专业，但是那个时间点他懂得一件事，就是神叫他撒网，叫他收网的时候，这个时机是在神的手中。不是说哎，我的专业神你听我的，那我知道教会的服事有些我不懂，但那可能是专业的人他们比我懂传福音等等，但是神仍然在你的专业上面，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而是你要学习到你的怎么样把握聆听神的声音，知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在学习管理学的当中说，你不但是做对的事情，你是要做对的人，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同样的，你做对的事情也要在对的时间做，同样你做对的事情也要说对的话，而不是说我是100%对的，所以我就得理不饶人等等，而是你懂得怎么样用神给你的话语来鼓励人家，造就人家，然后安慰人家。所以在我们基督之家的这些教会扩监督写的很多的书里头都有提到怎么样去彼此的包容接纳鼓励这个跟我们的讲出来的话也很有关系。同样的，你在对的时间你说一个笑话，那大家哄堂大笑皆大欢喜。同样，你在譬如说在不对的地方你讲了一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同样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讲话上面就像金苹果要落在银网里面是相得益彰的。所以当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门徒的训练装备是必须的。求主带领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课程，主日学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回到做得人渔夫的时候，这个撒网收网都是神的时间，但是我们在看到这里这个多数的意思是说这个网是那么大，你一个人肯定做不了这件事，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多数的。那既然是多数的，别人在拉你就不能扯，对不对？那到时候扯破了不要扯后腿，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配搭一起的服事，这是一个团体，这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许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服事，但是你可以带领诗歌，我可以分享见证，或者我可以去请邀请别人来参加等等，这都是一些的配搭的服事，以至于我们想到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像基督他用的一个图像比喻说，我们都是同为肢体的，你是手，你是脚，你是眼睛鼻子等等，但是我们按照圣灵把我们安插在我们的位分上面，我们有我们的功能，我们联谊联手基督，身体连在一个身体，但是发号施令，我们常常说哎头，特别夫妻之间说哎先生是太太的头，
所以我要听先生的。但是很多姊妹说不对，我是脖子，脖子更厉害，对不对？我不转你头还不能动等等。头的功能是在做什么？我常常想到以前有机会看了一些书啊，一些医生写的书，他说头百分之大部分的时间，百分之多少我不知道，也许90%以上，他都在听，都在听你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发生了危险等等，或者甚至你身体生病了，你全身都不舒服，但是头要知道，你会去拿药，会去找医生，会告诉别人，这嘴巴、眼睛都在配合的动作，头要发号施令，但是相对的，他也在听弟兄姐妹，从各个地方肢体，我们不但是我们的教会，全世界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大公会的这样一个概念，无论你讲哪种语言，是上帝都听得懂，但是上帝在发号施令。求主带领我们，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审判已经在眉梢了，但谁去警告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因为我们曾经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在享受最终之乐，但今天我们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知道那不过是暂时，那是得罪神的，甚至那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新旧的宝贝在这里有三个重点：责任、时间跟教导，是圣灵的工作。这一切你都明白？他们回答说：“我们明白了，听明白了。”耶稣接着又讲了，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族从宝库中拿出新的旧的来。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但是你要做。听明白，怎么证明你听明白了？就是当你懂得去用，将你所听明白的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常常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都说：“哎，你听明白了，那你讲给我听。”是不是我们理解了？到底理解有没有偏差？而到底这个东西是老师的东西，还是你学到的东西？而不是现买现卖，这个没有经过消化，甚至你自己都没有做到，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懂了很多，他们也教了很多，但是他们，耶稣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份上面教导人，你们要听他的话。这个听是这个话语的内容要听，因为他们自己能说不能做。我们不要变成法利赛人，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受教做门徒，这个文士门徒在这里可以是这个一个对称的一个比喻，不是他原来的身份是文士，很有研究，所以今天他做了门徒，才有这样的责任。反过来，这些渔夫，耶稣所呼召的这些没有什么装备、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但是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些受过装备经验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哎，这群人是谁啊？他们不是一群渔民吗？好像这个没办法做一个对称。”在这里是同样的一个对等的意思，就是当你学了神的话语，受教成为主的门徒之后，你听明白了耶稣还问你的时候，你明白的责任就是去教导别人。而怎么样证明你懂了的？当你去教的时候，原来我是不懂。圣经也是一样，当你要讲的时候，你说不出来，连我常常以前是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而有时候还会讲错等等。但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圣经的话说，这个是你所有的军装，这场属灵的征战，你要带起全副的武装，其中只有一个攻击性，其他都是防备性的，不管是头盔、胸罩等等啊，这个福音的鞋等等，但是只有一个叫做圣灵的宝剑，这个剑你拿出来是钝的，
有的人圣经放在家里面，现在也不太需要，所以全部用手机之类的。所以你我不懂，我就查上网去查等等。但是你查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这种分辨的能力？对神的话语，耶稣关心的是你懂了没有？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话语？你可以现买现卖。这种有人说是你可以懂得很多，你在网络上查了一大堆的资料，这种是很浅的东西。你可以是四英里宽八英里长度这么大的面积，但是厚度深度只有很浅的。有人做过研究，在美国气象学，他们说整个晚上，譬如说早上起来旧金山湾或者我们矽谷这个地方全部是雾气，你伸手不见五指等等，但是这可能只是一杯水这样的分量，可以把整个的天空笼罩成迷暗。我们对神的了解有没有那种的深度？你了解需要有基础。在这里说到旧的新的这样的宝贝，圣灵的引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求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当我们想起耶稣做的话，耶稣讲了哪些话呢？耶稣常常说圣经上这样说，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过去的事情的教导，今天你透过信主耶稣的教导眼光，当耶稣说我去之后我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我去是对你们有帮助的，当他来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到后来提到说，我们不需要个人教导自己教导别人，因为有圣灵教导我们，那个圣灵在我们里头带领我们，开我们心中里面的眼睛，这样的一个认识。也许是同样的过去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在新的你认识神这样的，从耶稣他的眼中我们体会到新的意思。所以这种的眼光眼界是见识，是能够一天新事一天的。所以心意的更新变化不是只是倒背如流啊，这个滚瓜烂熟，甚至人家可能套上一句说八股，你只是懂得八股，就像文言文一样，你可以背可以理解，可是你没办法把它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也同样的，有人拿来当成一个门训的一个模式。那这里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五章七节五章到七章天国宪章接着我们就跳到神差派他的门徒，十一十二章教导实现做给他们看，十三章解释更深一层的认识，当他们明白了他们可以举一反三，他们也许已经开始明白的这一条的道路上面他们去实践的时候，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是在他们的心中，因为天国就在我们中间。这样的门徒训练，耶稣接着可以说你们就出去教导别人，这样的一个万民的这样一个使命，就是为人施洗传福音。可以说第一个比喻你在传福音，到第七个比喻的时候是你要教导，耶稣所教导吩咐你们的，你们要教导别人来遵行。所以传福音跟教导使人成为主的门徒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区分的，不可分隔的。圣经中对地狱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看见神耶稣自己在比喻当中一步一步，他不是在第一件事上就先把第七个比喻拿出来讲，他反过来一再一再的警告提醒。这种背后的动机是怕我们听不懂，
也许倒过来说，第一个你就懂了没有？也许有的人反应很快，举一反四等等。但是耶稣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程度不同，那耶稣仍然有忍耐，他宽严我们的时间。我们不能就赖皮就不走不学习，然后就找借口，而是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这些的警告。这个救恩的门今天还开着，疫情过去了，很多人也过去了，但是那一天那我们上次的分享说，这个有些人在等待，是明天先到还是你的时期先到，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神还给我们这个时间，不是他单言，是他宽容，宽容我们。使徒行传说，过去神不救察好人坏人等等，就像第一个比喻，这个麦子败子一起的成长，同样的 地区，同样的社区，同样的教会，同样来到这里，我们彼此的问安，但是时间会过了，这个门会关的。天使来的时候要分别出来的，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明白的人有责任的，我们家人可能都需要我们跟他们分享。你的家人也许我接触不到，同样的我家人可能你也接触不到，但是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又没住在他们身边，那求主你自己差派人去，那你的责任在哪里？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很多很多的遗憾，是我们对将要来到的这种完全分离的事实，这些的圣经的比喻教导，好像没有留下足够的重量那样的印象。将来天使是不会搞错的，他不会误判的，他分得很清楚的。人讲的话可能都有一个随身听把你录放出来的，一幕一幕在你面前就闪过去的，你会哑口无言的。在那个时候，同样在这里说到，令人邪恶的事情，作恶的人要从神的国中除掉。那个王的婚宴里面，那王一进来一看，这个人身上没有穿王所给他的礼服，马上就看出来了，那个哑口无言。他不是没有时间换的，但是他有这样的特权来到了这里，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保障。地里面有保障，而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千万人当中他中奖了，这样的一种特权机会从他手中就失落。而当这些懂的人，所谓懂的人就是神给他这样一个信心的眼睛，他知道这个珍珠这个价值连城，包括可以从他所有的都可以变卖一切家当，为了要换取这个至宝。使徒保罗他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他看万事都是粪土，这个粪土好像讲的还不够彻透。什么叫做粪土？假如你没有从来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每天我们都在排泄。耶稣说，你认为那是宝贝的，将来是一个粪土。你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分辨？神给我们的，今天你是得人的渔夫，我们要撒网，神叫我们收网，时间会到的。马丁路德在这里对这个实践，对这个教导，他说得很清楚，旧的你懂得摩西的五经律法，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先知已经讲了这些知识，你懂了。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是整本圣经而不是全部是抓住新约，没有注意到旧约？
这个律法的知识在新约里面一样。这好像我们讲的那个比喻 Tulip 那个比喻呢，他提到说这好像一个玫瑰的花苞，当你看到这个花苞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它将来会展开变成一朵灿烂的美丽的玫瑰。它花苞里面有所有这个漂亮美丽的这一朵花朵所有的元素，旧约包含着这些，只是它时间还没有到，没有成熟。当日期满了的时候，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当他讲了以后，天国的奥秘从前是隐藏的，今天你我听见了，明白了吗？求主帮助我们，你是一个管家，你是一个家主，这些宝藏里头，这些宝库不是放在那边生锈的。圣经拥有这么大的一些宝藏，你会用吗？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前面第一个是你要把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换句话，更积极的是免是要用出来的，要不然就生锈了。那你需要怎么用法？这个在这里第七个比喻说到有新的旧的知识。那讲得更清楚的在这里还有说的，除了马丁路德以外，另外一位将这个 Robinson 他说，主从他的圣言中变化出许多的亮光真理，神圣的启示是旧的，但是对这些的理解经历是新的。神圣原则是旧的，但是实践却是新的，用在你今天二十世纪你的处境里面，这些全部是新的。对你来讲，这个事实是门徒如此的着迷，你有没有尝到那种滋味，新鲜的滋味？这个真理是这样的旧，我们在传的故事是古老的故事，两千年的故事，但是今天对你我来讲是新鲜的，闪烁的新的荣耀，脉动的新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样一个精彩结论，耶稣在这里用的比喻，还有没有别的真理？如果是这样，你学习到了，你经历到了，你有没有跟人家分享？给神就给你，你给你就得着你所得着。当耶稣常常讲了说，那个有的神还要加倍的给他，你有五千两，神再给你加倍的恩赐才能。同样的，你一千两都不用，埋在土里面生锈腐烂，你以为是我不会做生意，我也不会讲神的话语，那所以我很多的借口。当这样的一个理由你提出来的时候，耶稣说这是又懒又恶的恶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使用神给我们的，不管时间，不管是经历，不管神给你的恩赐在哪里，神甚至教导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网拉上岸，我们要做得人的渔夫。新旧的东西在你心里，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摊开来，你能够灵活的应用在你的教导当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恩待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我们这样的学习，我们早晨的敬拜，我们要借着圣餐来纪念主你自己的爱。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爱吸引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